好，你已经联系了哈。那个他过去看那个车的啊，你记得那个联系他一下。那个我多高？我净身高168，来给哥几个蹦几个吧。承重的话120斤。师傅回来几台呀？回来几台？我不是乡上还有一个那个十架车了吗？好，来给哥几个蹦一下啊。承重120斤，聪聪是98斤啊，聪聪是98斤。对对对，500到了，他们已经在筹备，让他们看一下，让他们看一下，他们已经在摆这个东西啊，摆东西准备要上来了。城市版有这个板子吗？我们城这个板子是全系标配，它是行李箱盖板呀，这个是一个行李箱盖板啊，然后给大家已经演示过了啊。他没有，他看不到，他在那个售后呢，福利。巴黎世家呢？巴黎世家在那个那儿呢，在那个在家呢，昨天晚上洗了。哇，这个不比巴黎世家要香吗？婷婷每次都烦死我了。好好好，欢迎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来哥哥们，咱们话稍后给大家看我们的500，好不好？答应你们的肯定会给大家看一下的啊。但是想说的话就是咱们要把关注走一走，平常谁最宠你们？聪聪最宠你们。大冬天人家我从大冬天都已经穿单丝穿到现在了啊，就是你们不冲这个给聪聪一个关注吗？啊，好，欢迎啊，欢迎。然后我从来没有在现实当中就是出去穿过黑丝，只是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是得你们呀、啊，还是得你们啊。好，然后那个左上角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看不到呀，啥时候让看？让看啥？500是吧？500的话，一会儿到那个展台上，我就给你们看一下啊。谢谢谢谢我福弟送的浪漫花火。对对对，我不是本命年啊，我这话我是93年的，我已经过了那个本命年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内饰吧。主播个人号哦，我没有上榜呀，那我上一下榜吧，榜3啊。啊，这是为啥呀？就刚才吗？我也不知道。好，欢迎啊，欢迎左云聪的直播间，那我也不敢上去了呀。咱们内饰只有一个经典黑的内饰啊，哥哥们，只有一个经典黑的内饰。这个经典黑的内饰的话是就是越野版是只有这一个颜色了，但是我们城市版话增加了，就是3个颜色，一个是种草绿，一个是冰莓粉，一个是我们的经典黑啊。如果你要想选择外观是绿色跟粉色的，但是内饰又不想双拼色的话，仍然可以选择我们的经典黑色，好不好？这是我们的那个啊。对对对，是的，被警告了，所以说的话我就真的不能上去了，真的不能了。对，93年啊，我还以为小妹妹00后呢，让哥几个失望了啊。聪聪的话就是93年的啊，老阿姨了。好，欢迎走进聪聪的直播间啊。有没有红内饰？红内饰没有，除非有一个定制版的。咱们坦克500有一个定制版的话，它是纯爱马仕红，不是，爱马仕橙的那个纯内饰啊，但是没有红色的，红色不好看，相信聪聪啊，红色不好看。然后那个，我先上去。让不让看？现在要上不上？你说看就看。我给你们说啊，不是让不让看啊，我一会儿让你们看500，我也是偷偷让你们看的。咱们的话，我们那个啥还没有审核呢，就根本不让露脸。我一会儿能冒着险呢，有可能让你们看完500，聪聪就不在了。聪聪的话，以后就不会再给你们直播了。哥几个，你们还要看吗？要看的话，你们扣我1。对，也还要，你别放，就是如果要是你们要看500的话，以后有可能见不到我了。一会儿你们看500还是看我？500的话你们扣我1，然后看聪聪的话你们扣我2啊。对，500到店了，哎，对对对对，很给力，500到店了。那个，今天赵晨泽也没有来，赵晨泽也要看那个袜子怎么有红边呢？因为那个，因为它就是那种造型的啊，那种造型的。好，欢迎左云聪的直播间啊，都看那个一呢，都选500了。好，我酝酿一会儿我想哭，这500来了就再也不爱我了。这些哥们儿啊，还是现实呀、啊，还是现实，还是削，真是还是削。就是不懂得在选择之前，你们选择啥，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GK 的话之前给大家穿过啊， GK 的话今天就不给大家穿了。然后那个商务的好看还是运动的好看，我个人让我想想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有一个定制版，你们知道吗？有一个黑武士，有一个定制版，我个人比较喜欢黑武士啊，就是昆仑金的那个商务版的好看。然后运动版的话是那个太空银带那个后挂，但是坦克五百的话主打的款就是我们的运动款啊，运动款带后挂的那款，它的一个主打色就是太空银。每一台车的一个每一个咱们的 4S 店配备的那个展车全部都是那个太空银带有后书包的那个后背书包的那个款啊，那个是运动版的，好不好？来夹线哥给你以后，这话榜一大哥都不敢说，这话榜一大哥都不敢说，你个风雨连关注都不走，赞都不走了，干啥？给我以后呢？螺旋腿走两步。为啥说我螺旋腿了？你好好给我照，人家放地下让我看看，我腿那么直，我到现在在我们的平顶山都没有见过腿比我直的。你说我螺旋腿啊？五百没有到呢，我都在五百跑哪儿了呀？洗车去了。师傅，五百啥时候进来了？不让播吗？不让播，看一眼就是。看一眼吗？我们看一眼，我们就看一眼。咱就搭个擦边球，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好不好？就看一眼啊，稍后进来了。这个是什么颜色？这个是一个灰太浪的颜色。好多人像我说我像姚晨，是因为嘴大吗？嘴大吃四方啊。好，三百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造型的话，是从前杠到中网到我们的机舱盖到我们的前挡风玻璃都是一个平直线条来穿饰的啊。圆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灯，上面是整个灯采用的是 LED 灯，上边是远光灯，下边是近光灯，中间这条的话是我们的过渡线条，不单单是过渡线条，而是我们的日行灯啊。下午去店里可以看到吗？你现在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就已经到店了啊。他们不想要的脖子都给了，为了迎接五百，你是不知道他们的话就有多夸张，把我们的前台的那个桌子都已经抡到那个不冷啊，不冷，我们这儿还可以的。这个颜色的话是销量排第二的，而且这个版本的话就是我们的越野版本的。可以啊，可以。看吗？我差点给你们爆粗口啊！看啥看？看看，那没有车能看吗？说了，等一会儿，他还没有到呢啊！好，这去平顶山会下去高速不？会，但是不知道你是哪儿的啊，不知道是哪儿的，都在等他呢。车门的话，稍等一下啊。三百现在预定的话需要多久提车？四个月，家人们。你看看，五百依赖了，那也不过撂田了。下午我肯定在店，因为我好几个视频还没有拍呢。我明天休息，今天至少在展厅里拍俩视频。三百大概价格的话就是19.58跟21.38，就是21.38跟19.58。然后我们出厂选择的 AT 胎，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所有的 AT 胎啊，其实侧边的一个距离都是比我们的速胎要大很多的，然后抓地力要强一些，接地面积广，所以说它的一个抓地力就是接地面积广跟它的抓地力有关系，它的抓地力要比我们的速胎强啊，然后排水排泥的效果比较好，知道吧？没有不让看，我是冒着险给你们的，稍后的话你们就看一眼，咱们的话就过了，因为那个五百到店的话，一般的话我们要拍视频审核完之后我们才有资格去给大家露相的啊，就是稍等一下吧，还没有进来啊。我下午去店里看你，别说我没给你说，蹦蹦，然后那个什么拉拉蹦蹦，还有啥呀？钱没有到账，不敢多说话呀。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知道啥原因啊。就是五百的话是比较严格，反正是。他没有，他现在他爸应该是去洗车去了，因为试驾车肯定要洗一洗的，洗然后才给你们看哦，一定要洗白白才给你们看哦。琪琪是啥意思呀？你不是说还有？哦，还有琪琪，对。不是，展车要洗一洗才能进来啊。对，展车，没有试驾车，我们试驾车没有到店呢。
这个车是多少米？这个车是21.38的征服者。唯独不同的话，就是我们越野版的话，直接就是给大家配备的有这个东西啊。城市版只有黑色，我们城市版展厅只有黑色，没有灰色啊。想看黑色的话，可以给你看一眼。这个车的话是21.38W 的征服者，家人们。城市版的话是三个配置嘛，然后我看型跟很有型和必须型，我看型是20，很有型是22，顶配的话是一个23的。一般的话，你要选择城市版，聪聪还是推荐你们选择22W 的很有型啊。暗夜版没有，我咋觉得他们洗车洗得挺慢的呀？稍后给你们看吧。还有十几分钟下播。对，我们还有十几分钟下播的，下午给大家看吧，行不行？咱们今天是不是都要拍个视频，然后发过去？到店两天之内要拍个视频，要不咱今天就拍500吧，稍后看看拍啥，把500给开。但是咱这边逆光呀，拍出来老丑了，人车都是黑的，没有啥高级感，开灯也没用，逆光。今天不做啊，今天不做车顶，家人们，有现车300，没有现车，没有现车啊，没有现车。洗好了，你已经看过了呀，让他们快一点，让他们快一点。后备是单件啊？后备是单件。伯伯，伯伯，感谢感谢啊！你这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给你们看一眼啊，给你们看一眼。看着不错呀，肯定不错呀。哦，悠着点啊，别激动。啊？啥呀？驾着七彩祥云他来了。啊，驾着七彩祥云他来了。这为啥呀？3.0 T 的动力嘞，对。这把点一头。没有300好看，500好看的，500好看。我个人认为啊，就是500的话要更豪华一些，家人们要更豪华一些。我下午是3点下播啊。呀，好看，师傅好看。比手机看好看多了啊，大家都进店。不是不是，你这个光线的话，你看在我这儿黑黢黢的。我就看着也是黑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到店看啊。啥感觉啊？啥感觉？妹妹，好像是爱玛橙色呀。我见他们的进去好像都是男士，都是空。那主场了，收养不了。咱这边咋会逆光呀？咱这边逆光逆成这，你说下午拍视频咋拍的呀？哎呀，烦死了！咱们这个光线就影响我们500的那个颜值，全部都是黑的。你给我让我看一下的，这咋这么黑呀？黑黑黢黢的。慢点，上吧上吧上吧，过来。等会儿。打射灯。咱那个射灯，你把灯开开，我看看咱这个光线。这个多少米？这个的话，现在就是这30到40啊，30到40之间。那个，稍等一下啊，家人们。先让你们看一看一眼那个。哈哈，厉害呢！这个话光线好，看这儿。往那边打也不中。这边还可以。这边还可以，然后但是那个角度的话就不行了。这个内饰不是黑内饰，这个是橙色的，看到没有？橙色内饰。
下午吧，下午给你们看吧，好不好？下午吧。好了，别看了。现在一会儿黑武士好看，黑武士是从车头到车尾，车内到车外全部都是黑色系的啊，全部都是黑色系的，好吧？最低什么价格？这你是问啥呀？你是问啥最低段？车价的话都是都是没得商量的。对对对对，是坦克五百，是的呢。然后那个是的啊，我要给那个赵晨泽说一下。啊？谁激动呀？冯一呀，还哭，终于来了。冯一好像自己找到女朋友一样，找到女朋友都没有这么激动。他们像绝情一样，一直闻到到。好，可以了啊，可以了，咱们的话就那个啥吧，不看了啊，不看了。我想让你们再看一下内饰，等一眼。等一下啊，看一眼内饰，再看一眼内饰，咱们。赛博的话没有啊，赛博也是一个限定的。我们皮顶山不是咱们的内饰咋会光线这么差呀？走，让他们看一眼。就看一眼，看一眼咱下博了。师傅，就俺看一眼来。你这敢博吗？就看一眼，俺没有博，俺就看一眼，俺不是搁这博的，俺看一眼。师傅，你让开。不是你干活的，你干活你先过去一下，师傅你先过去。你师傅你能不能，你还是不是咱师傅啊？就叫我跟你看一眼过去了，看一下啊，咱们那个飞机挡把看到没有？爱马仕橙色的，然后这个那个座椅啊，您看一下，隔着屏幕就可以感受到，软软和和的，家人们，咱就是说。哎呀，这跟我在车展看的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啊，就是很给力啊，真的很给力，好看好看，它真的很好看啊。主要这是在那个哈佛隔壁市的呢啊，然后那个做工很精致的，很精致的。你要的黑色是内饰黑色吗？还是啥呀？啊，我太黑了，这以后的话拍视频咋整啊？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那个啥，我就担心的话以后那个。来吧，在这儿吧，这比你在车展看的好看多了。这个是量产车，你看到那是试验车啊。我知道，就是这个是实车嘛，然后那个是就是类似于就是那个类似于，但是我看到那个也打火的呀，但是它好像一个模型车一样，有时候有些东西不能用。黑，那边黑死了，我知道，就不一个感觉的啊。好了，看会儿匆匆吧，看会儿匆匆吧啊。